很喜欢帅的内裤，他也送过我一些。对啊，他的 size 大概知道啊。哦，可以透露吗？你们这回下标都会超大。商业互捧，就是从没拿到奖，今天心情调试的。很好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很坏哎、欸，你们很坏哎、欸，都过几天了，哎，一定还好哎啦，哎，不错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哎、欸，我讲完了。记者们都会说你很难防。我知道啊，这不是第一天的事，我尽量，我已经在学多了。买时尚单品有预算。有预算啊，看贷款给我多少。还是很贵，很贵啊，很多东西都很贵。其实我很久没有买精品、奢侈品，对，我一阵一阵子。上一个买的？上一个买的内裤啊，内裤，当然内裤。他很喜欢帅的内裤，他也送过我一些。对啊，帅的對、啊，真的。内裤好到可以互送。我们超好的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哇，我们真的是超好兄弟的。对啊。这芥川是不至于的，芥川是他，他会买给我啊。你知道他的 size 多少？大概知道啊。哦，你可以透露吗？你们这回下标都会超大。商业互捧。是什么？那他也很大哦。商业互，那他也很大啊。对啊。哎，你拿一件内裤给我，给他看一下，真的。你看那裤头很好看，你自己看，你认真看一下。很帅啊，你那露个裤头很帅啊。说外套，哦，外套，套腰啊，对啊，这很帅啊。圣诞节我女儿生日，所以通常都是女儿圣诞当天，都是陪我女儿，就这样子。她很可爱耶，我们就教她说要跟圣诞老公公要求一下许愿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她说她要更多气球就好了。我想说，哇，乖哦，对啊，补死了。她会得到一份圣诞礼物加一份生日礼，需要需要需要，一定要两个。啊，所以就是中午是生日嘛，对啊，所以然后晚上就在给圣诞节礼。圣诞计划？我这种劳碌命的，然后怎么计划？我这种一定不跨年嘛，不圣诞节。工作工作工作。对啊，不要去摇屁股。赚钱啊，赚钱。认真上班。我被拍回柜上面，哪知道？今天爆出来。早晚要面对，早晚面对。我这种坏习惯其实是要开始开始开始。新闻开始喽！给！吃下面，吃下面，吃下面，上面好硬。鱼精子，真的，它这个是完全没有腥味。哎，这拉面拐关了。拐关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